孙俪和邓超结婚13年，育有一对儿女，感情相当甜蜜，是演艺圈的模范夫妻。孙俪日前上传一支一家人到游乐园玩的影片，只见邓超边走边跳，十分搞笑，逗得孙俪哈哈大笑。邓超还甜蜜喂孙俪吃东西，两人互动闪瞎大票网友。而孙俪身穿白上衣搭配粉红吊带裤，俏丽打扮超回春，让粉丝都大赞不已。不过却有部分网友认为穿上吊带裤的她有些显胖，甚至还有人纷纷猜测看着像怀孕了，怀老三了，这肚子是不是有了，应该不久就有好消息了，瞬间在网上掀起讨论。不过孙俪跟邓超两人目前皆未做出任何回应。Bye.